们老了以后还会来吗？就是那就看着一起在那个，我们都长白头发了以后，他们可以带那个小朋友一起来，不一定会结婚呢。也不一定会生小孩吧？这样子，也许人家会有另外一半。哦，这另外带另外一半可以的。我们会倡导大家结婚生子啊，我们之前有讲过。啊，带不同一个没关系啦。我们包容这种。也有歌迷说，有歌迷，你看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失恋救了我。他失恋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谁失恋？我没有失恋，我很好，我谈恋爱很好。然后那个，不是，然后他就说我失恋了。然后他听我们的歌之一，